поймали. Очень опас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А мы пацаны. Перестань, да! From the beginning, the testimonies have been about absolutely inhuman violence. Whole villages are being destroyed. Whole families are just wiped out. And then you never know why there's a kid who makes it. Some of them are so little that it's just a miracle sometimes. But just imagine what ideas we're putting into their heads. You mean we're creating future fighters? I don't know. Every one of them will shape their own destiny. Well, usually kids are just taken in by the community. Сегодня 6 часов. What should the European Union be doing first? Everything is urgent. The people need everything. Tu veux venir? To boy at my place for the past few days. That's wonderful. Yes, but I'm not sure I can handle it. Would you help me? Значит, ты хочешь воевать? Ты за кого себя принимаешь? За героя, да? Заткни свою пасть! The Russian army is doing nothing more than sowing trauma that won't go away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if Europe doesn't intervene quickly. At least to show the Chechen people that the world hasn't forgotten about them.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本周新片《被遗忘的孩子》与《爱情停看厅》纷纷带我们看见爱的真谛。很荣幸今天我们邀请到影评人雀雀，我们分享。雀雀好，大家好，凯英好。雀雀本周疗愈系的电影不少，但是切入点跟表现手法很不一样，差很多。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被遗忘的孩子》的电影本事？要了解这部片，要了解车程的历史，对不对？对，车程有点难讲，我们先用这个图片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它位于欧亚大陆中间，就是高加索地区。那这个地区啊，就是民族种类繁多，宗教又很复杂，所以就很乱。那他们19世纪初的时候，因为沙皇就是占领了，就统治这一区，变成苏联的一员。在那个过程里面，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啊，车臣自己想要独立，他觉得他们自己是车臣人。可是苏联时期的时候，包括阿史达林那些统治者，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俄罗斯人全部都移到车臣里面去，甚至把一些不乖的车臣人也都把他移到俄罗斯的各地去。所以久而久之就造成这个车臣地区的人种很混杂，你一时之间已经没办法用民族的区分来让他们做独立的动作，所以他们就会很乱。那时候车臣的人就想反抗，他们就会打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就要报复回去，所以就打来打去。那其实你们本来兄弟想要分家，外国人是无法智慧的，但是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以车臣为主的，就是车臣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地区，所以他们就不被西方国家给认同跟支持，所以他们就被漠视，所以就任由俄罗斯人疯狂的在攻击车臣这个地方，他们称之为反恐活动这样子。那后来就是联合国啊，甚至在2003年的时候，把车臣，因为它整个就是被炸毁了，就把车臣视为一个就是被摧毁的城市。在那个时候，后来就是俄罗斯就会说啊，好，那我们就停止对于车臣的反恐活动啊。可是事实上，就是直到去年，还是有很多的爆炸案事件呢在车臣发生。所以车臣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城市。我认为导演就是米歇尔，他有刻意挑这个地方来拍电影，是为了他大概是一种身为欧洲人的使命感嘛。因为你看他就是在欧亚大陆中间这样子，像是一种良心这样子，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不应该被遗忘。可不可以简单帮我们介绍这个故事呢？是怎么样的故事？
好，我们先提一下，就是米歇尔·阿维纳维奇，大家都知道他的大艺术家，对，让他登上人生的巅峰。他把那个默片还有歌舞片，融合成一个现代的电影的精华，嗯，然后拍有点像是他的代表作了。对，后来呢，他就是把他的镜头从那个充满梦想与欢乐的好莱坞，180度转到就是战火频仍的车臣的地区，我觉得有点像是。把观众从天堂带到地狱，带到地狱，对那种感觉。电影一开始呢，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其实是真实的纪录片，他描述就是在车臣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兵，他就是随手拿起录影机，然后录下他们自己就是射杀一对夫妻的真实的射杀画面。以那段纪录片。我认为导演他是故意就是用这个纪录片做开头，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你在射杀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他们家里正有一些就是幼小的儿童在目睹你这个残酷的画面。对，这个问题是假设的啦，但是因为纪录片本身是真的，那他后来延伸的故事也当然是他的剧本的虚构，但是却又是起来有致，因为导演他在就是他是利用1948年的一部也是在奥斯卡入围的最佳影片的电影，叫做《乱世孤雏》。那个故事就是讲就是一个9岁的小孩子，他在战争里面跟家人失散，所以呢他就一边流浪一边寻找家人，这故事是这样子的。只不过1948年的《乱世孤雏》的版本呢，是那个9岁小男孩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出来，那我们这次的被遗忘的孩子讲的当然就是1999年那个9岁的小孩从车臣的战火中逃生的那个故事。两个故事都是一样，就是都是9岁小男孩在流浪，但是透过就是这样子的一样的移植一样的比喻呢，那让我们看到同样一件事，就是透过小孩子恐惧的那个双眼啊，来说他就是认为战争可能会造成同样的悲剧的那个论述。对，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小男孩的话，基本上被遗忘的孩子是不存在的，没有办法成立。对，就是等于形容就是那个战争会被很多人给遗忘，那小孩是一个大家会最容易投予同情的那个角色这样子。那如果说大艺术家呢是我们导演米歇尔·阿维纳维奇的人生巅峰的话，那我觉得他后来就是被遗忘的孩子可以说是他大我的实践，就是他对于生活欧洲人他的一个对于和平的宣导的理念，用拍战争片来反战。听说这次小男孩也是第一次演戏，对不对？对，第一次演戏就上手。对，那个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们讲到米歇尔就是很强啊，就是很多导演其实都会说动物跟小朋友是最难拍的，最难掌控的演员。但是我相信那个米歇尔大概不这么想，或者是说他慧眼独具吧。对，他就是在大艺术家里面不是找了那个就是狗明星叫乌吉嘛？对，就是大家就是抢尽了大家的眼光。那在《被遗忘的孩子》这一出电影里面，这个9岁的小男孩的角色，他本身是车臣人，他在电影里面叫做哈吉。镜头很长，就是 focus 在他就是恐惧，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世界的那种表情。其实台词几乎没有，因为他在剧里面他是一个就是被战争吓到，被目睹双亲死亡而无法说话的小孩。对，所以基本上他跟外界的大人互动，不论是后，其实他一开始是联合国社福组织就有介入把他救过来，只是一问三不答，就是一直都不讲话，那人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他逃离了那个地方之后呢，他又陆陆续续的遇到一些人，那后来就是都是靠他没有讲话的演技，但是你又可以完全感受到就是他在战争里面是一种很恐惧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状态。那还有提到就是演员的部分，就是贝瑞尼斯贝乔，他其实也在这个电影里面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1948年的《乱世孤雏》的版本，电影故事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小男孩流浪，然后被善心人士收留了。在1948年的版本是一个美国大兵
来收留他。其实这有点反映美国人对于英雄形象的描绘是偏向于就是威武强壮的军人的 形象，就是可以有点像是美国队长，可以好好的保护你。不过我觉得欧洲人大概不是这么想吧。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英雄大概是例如说就是社福人士，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的那些 NGO 啊，或者是人权团体，我认为他大概是这么想，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美国本来是美国大兵的角色，改成就是贝瑞尼斯贝乔，他是一个人权委员会的工作者，对，就是一样啊，就是剧情你可以看到，就是1948年的版本是一个美国大兵坐在废墟旁边的车上在那边吃饼。然后遇到那个小男主角，小男孩，对，然后呢，贝瑞尼斯贝乔在备忘的孩子里面也是在那边吃东西，然后就看到小孩子来了，然后也是因为因缘际会把饼分给小孩子吃，然后意外的收留他，帮助他去找他的家人的那个故事是几乎是一样的啦。电影里面还有安排一个青少年的角色，他也是很重要，就是讲说他本来是一个距离车程2300公里左右的一个俄罗斯的城市，对，他莫名其妙就被抓兵充军，充军，去当为俄国的军队效力。那因为他在当军人的过程里面，无可避免的会被一些军纪给霸凌，然后为了自己的生存，他必须要硬起来，然后反抗，也不是反抗体制，而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要变得。不要被霸凌，你就是比较强悍，对，就要去霸凌别人，对，这很现实。就是电影里面讲那个东西好可怕，就是战争的体系里面，就是军队体系嘛，你要生存，你不但是要打你的敌人，你还要打你的同侪这样子。那个过程就是那个本来是一个很无辜、很单纯的青少年的脸庞，你看他从电影一开始被抓了，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就是完全不懂状况。后来渐渐的竟然变成一个满脸伤疤的俄罗斯大军大兵，对，那个过程里面也就算了嘛，你本来从柔弱变成强悍，可是当他被派到车臣里面去杀车臣人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莫名其妙的从大老远的家乡，然后跑到跟你一辈子不相干的车程，去跟人家互相残杀，对，那个过程是就是让你会完全让你感觉到就是战争它本身的荒谬性，对。说这部电影选角是真的很厉害，因为这两个素人演员，我们刚刚讲的9岁小男孩，还有这个俄罗斯大兵，我不知道米歇尔是怎么办到的，因为那个小男孩本来就是出生车程，那俄罗斯的军人这个青少年军人呢？他也是出生自莫斯科，也就是说他们在戏里戏外的身份跟年纪都是完全重叠的，我觉得导演刻意做这样子的选角跟安排呢，是为了让我们观众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深刻的感觉到他们是好像是真的在演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即便这个故事本身是虚构的。被遗忘的孩子讲的是战争杀戮，我这个题材比较沉重一点，但最后还是带给我们正向的力量，对不对？可不可以请确确帮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观后感？哦，这部战争片特别有趣，就是它有给我们一个算是温馨的结局，温馨的结局，但是因为它沉重的战争本来就会在我们看完之后会去反思那个战争，就是思索更多嘛。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刻意的指名道姓，就是谴责俄国的万年的万恶的领导人，他是如何的，他透过那段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片头的那一段，就是美国大兵自己讲说把俄国变成一个待不下去也看不下去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很刻意的，就是算是他全片最呛辣的论点，他是有在指名道姓是谁要负责，对战争负责这样子，对。那其实一个体系一旦壮大它就会有力量嘛，那有力量你就可以致力于和平，像联合国组织，像社福团体 NGO 那些，但是如果你有力量你当然也可以摧毁很多东西，像引发战争的俄罗斯军队，不论是乱世孤雏或者是被遗忘的孩子，其实两片都有提到，就是战争环境啊很容易就是会对小孩子就是让小孩子有对大体制产生一种恐惧的心态，所以两部片都有提到，就是小孩子根本分不清楚你穿制服的人到底是要
射杀我，帮助我们，对，还是要帮助我们，对，就是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当然是看到你，我先拔腿就跑，对，就是所以他只要一看到有制服的人，他就赶快跑，其实这是很明显，就是表达那个小孩子对于体制的恐惧的那种感觉的。我觉得导演在《被忘的孩子》里面呢，他的视野是相对于1948年的乱世孤雏是相对纯真的，就是我们其实光用想象就知道一个9岁的小孩子他没有谋生能力，但是又抱着一个弟弟逮捕的婴儿，哦，他怎么可能在战争里面存活下来呢？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觉得导演有刻意透过就是9岁小孩抱着婴儿的这个视觉反差意象，就是我们的海报嘛，就是那个意象啊，来反战，来宣导他的反战理念。那如果说大艺术家呢是我们导演米歇尔阿维纳维奇的人生巅峰的话，那我觉得他后来就是《被忘的孩子》，可以说是他从大艺术家过渡到，就是他中间还有一部叫《偷情大丈夫》，对，那部片有点像是他做一个就是小我实践的法式风流抒发，是对，但是他接下来《被忘的孩子》这部片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大我的实践，就是他对于身为欧洲人他的一个对于和平的宣导的理念，用拍战争片来反战，其实比较像是做公益，做公益的一部片，对，就是运用自己所长来做公益，是。可是《爱情停看厅》呢却是完全摆脱情欲心爱，就是是很心灵的一段旅程，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跟两个演员来说也是180度的大转变。里面都有一个角色是评论者，其实讲到评论者这件事情就是很好玩，因为叫我们去评论所有的书啊电影啊或者是其他人的作品可能都很容易，可是要这样子的评论者来评论自己的人生，哦，那就是很可怕很难的事情哟对，那就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赶快转换一下心情了，我们来讲另外一部片《爱情停看厅》，是一个喜剧的，对，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它的故事？《爱情停看厅》它是改编于就是《纽约客》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故事很简单，就是讲一个女生，她是纽约住在纽约的一个书评，她本来拥有一个家庭美满的家庭，然后有一个得意的事业，后来她老公就是外遇了闹分居，所以她本来充当司机的老公不在她了，她就只好自己乖乖的报名驾训班，然后自己学开车，有点像是女人当自强然后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个人生旅程，那她的教练刚好是一个印度人，那印度人就是跟他在教他开车的过程里面就发生了就是一些种族跟文化的一些交流过程，算是这部片最有看头的地方，最好看的地方，有亮点的地方，就是，有点唇枪舌战，我一言你一语，然后我明明是在教你开车，可是你好像在教我做人生的道理的那种隐喻台词，很有趣啊，就是很简单，一开始他第一次学开车，他刚刚踏上那个引擎，然后他就说在动欸，然后教练跟他说很好啊，在动啊，然后他就说我不喜欢，他说可是你必须要继续前进，因为我还没叫你后退，就是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你可能会被一些事情继续带着走，你不喜欢你也得面对，对，所以那个台词很好玩，对，非常有人生哲理哦，对，这部片的男女主角其实也是阵容非常坚强，他们也是第二次跟导演合作了嘛，就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两位的演技。西班牙女导演伊莎贝库谢，她在2008年的时候跟这两位男女主角，女生是帕翠西亚·克拉克森，男主角就是我们因为演印度圣雄甘地，对，得到第55届奥斯卡影帝的班金斯利，对，他们本来就在2008年的时候演了一部禁欲的电影，那部片很妙，是个知识分子只要性爱，不要爱情，是最后又破功的电影，就是很情欲，可是《爱情停看厅》呢？却是完全摆脱情欲心爱，就是是很心灵的一段旅程，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跟两个演员来说也是180度的大转变，对，这两部片就是唯一一样的地方就是里面都有一个角色是评论者，就是文学评论者，其实讲到评论者这件事情就是很好玩，因为叫我们去评论所有的书啊电影啊或者是其他人的作品可能都很容易，可是要这样子的评论者来评论自己的人生，哦，那就是很可怕很难的事情对，那就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帕翠西亚·克拉克森他做一个书评的角色，他面对到他自己就是婚姻触礁
然后 老公离开他，连女儿也没有很挺他的那个状态之下，他开始就是自我怀疑，然后自我批判，失去信心，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他就会一直就是开始就是评论自己啊，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失败的啊什么的、啊、那过程里面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就是自我思辨啊。对、那派翠西亚克拉克森他在这部片里面的表现，我觉得是有把女性的关于尊严或者是脆弱的部分诠释得很好、就是介于很生活性跟戏剧性的拿捏是很好的。那反观我们的男主角班金斯利，是一个让人家可能会让影迷就是认识他的影迷看了这部片之后下巴会掉下来的地方因为他实在是在里面太平凡太活生生，他原本是甘地这样子，对，他是甘地，现在是一个驾训班的教练。 对，而且他很妙，就是如果你看过2008年的禁欲，他是饰演一个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他很犀利的大学教授形象，讲的操着一口很流利的英语，对，结果他在爱情甜餐厅里面变成一个操着印度腔的印度人的印度英语的司机，就那个落差超大的。那他在里面的表现是只能说就是因为演得很平凡，所以让人家觉得很厉害，应该是平凡是对他最好演技最好的形容词这样子。 对，因为他在电影里面是饰演一个就是他因为政治受到政治庇护而从印度变成美国公民的印度锡克教人。对，那锡克教是一个很奇怪的教，它是结合印度教跟伊斯兰教的综合体。对啊，他又很虔诚，所以他每天都包着头巾，包头，对，就出门，对，包头蓄胡，出门工作，然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很规律、很自制，然后很虔诚的一个人。可是因为你包了头巾，你就会被美国人投以异样的眼光，他就觉得你就是宾拉登，就会不会给你好脸色看了。所以他的过程里面呢，他却又还是愿意自己，就是即便他受到不好的对待，他还是恪尽职责的做他该做的工作，赚他该做该赚的钱。然后甚至在女主角就是派翠西亚克拉克森调侃他说，你说你乐于助人，乐于助人，那你一定不是纽约人这样子的那个态度。他还是会不改其志，还是觉得说那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这过程就有反差，就是一个他或许是社会边缘不被重视，但是他就做他该做的事情，把他的人生过得很工整的人，在面对到就是另外一个本来是知识分子，然后有头有脸的上流社会的人，生活却被打得一团乱，他们两个互相交汇了，然后在小小的一个计程车的空间里面，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然后也完成了一次就是心灵对话，那个是很有趣的。所以最后请翠翠帮我们做一下总结好不好。所以看起来两部片的话，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的年代，爱都是我们的救赎，所以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两部片的推荐之处。我觉得被遗忘的孩子啊，他是用小孩子用青少年的眼光去把人间的地狱拍给你看，就是透过那两个，就是一个是青少年，一个是小孩子的脸部的特写，你就会感觉到战争的残酷，由外而内的让你看到人的恐惧，就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如何影响人类内心不安定的那份感觉。那爱情情看清则是有点像，就是比较是由内而外的，就是透过心灵的沟通，然后再让你看到说，纽约这看起来就是冷漠的大城市，可能还是有一些它的温暖的部分，这样子。对，一样都是疗愈的电影，只是它给你的环境，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首都纽约，一个是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但是在不论你在哪里，人只要是你生而为人，你可能就会是弱势，像小孩，像女性，可是即便这样子，其实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的别人的爱或者是别人的关怀，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再重新在受伤的过程里面重新站起来，完成你的新的人生旅程。今天非常感谢翠翠帮我们分享新片，谢谢翠翠，谢谢感应，谢谢。